可别以为远足郊游是小朋友们的专利，瑞穗乡复原社区乐龄中心和老人关怀据点19号在社区发展协会的安排带领下前往了花莲市游玩，除了逛知名百货公司品尝牛排餐，下午更专程来到文化局参观贴布画展，每位长者都笑着说 Window Shopping 以及看展览轻松又惬意。开了一个多小时的车，复原社区发展协会的老人长辈来到花莲市这家知名的百货公司，每个人看见各式各样精美的服饰，看得眼花缭乱，看见价格眼睛更是为之一亮，笑着说 Window Shopping 就好。老人长辈三五成群从服饰店逛到食品美食街，果然美食魅力无法挡，不论麦片、樱桃等统统一起入手，跟风团购的消费行为也令人莞尔。有的老人长者玩心大发，尝试体验时下小朋友最夯的扭蛋机，扭转出惊喜乐趣。哇，气球小钱包，150小钱包，钱包。阿姨会不会很紧张？第一次啊。或许对多数民众，尤其市区的乡亲来说，逛百货公司是再稀松平常也不过的事，但是在偏乡老人长者的心里，那可是千载难逢的机会。瑞穗乡复原社区发展协会就特别规划了这一趟花莲市一日游程，带着老人长辈品尝牛排，逛逛知名百货公司，体验都市便捷快速的生活步调。就趁今天天气正好，然后就带他们去吃牛排，体验一下吃牛排吃西餐的 feel， 然后去逛逛百货公司。哦，一开始都说没有要买，所以大家就合退一步，没想到有一个人拿了一包那个一盒燕麦片说特价，就开始就是很像不用钱的开始猛买，然后又有人拿了樱桃，以后又说好，所以他就是他们有点点就是跟风这样，有点盲从了啦，因为很少去逛，但是就是很可爱。自己的旅费自己赚，复原社区老人关怀据点用109年参演各大小活动的展演费规划进行了这一趟花莲市一日游程，即便只是吃牛排、逛逛百货公司，再普通也不过的行程，但在古稀之年，还能够和老同学们一起逛街出游，彼此留下难忘的体验与回忆，每个人都觉得幸福，快乐感破表。记者石玉兰，瑞穗采访报道。